我给熊妹一张黄牌。妈妈，不要啊！你就是黄牌孩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是黄牌孩子吗？我给大宝一张黄牌。我不要黄牌。不行，我必须给你黄牌。看来你们的妈妈都不喜欢你们，都给你们发黄牌。我给小贝一张黄牌。什么？妈妈，你怎么也给我发黄牌呀？哼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哈哈，小贝，这下我们一样了。你，我给熊妹一张黄牌，给大宝一张黄牌，给小贝一张黄牌。糟了，我们变成黄牌孩子了。老师，你为什么给我们发黄牌呀？哼，你们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大家怎么都变成红牌孩子了？哼，小雪，你怎么一张黄牌都没有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们马上就会被消除了，这下你开心了。你们真的误会我了，那你快想办法救救我们呀。我现在就去找小精灵帮忙。小精灵，不好了，大家都变成红牌孩子了。我知道，你快救救大家吧。我才不要呢，他们的黄牌都是我发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自己看吧，回忆之镜。妈妈，我要喝水。给你。我还要吃苹果，你快去给我洗一个。熊妹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妈妈帮我做。那你就别吃了。哼，妈妈，我讨厌你，我要给你发黄牌。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大宝，别看电视了，该做作业了。不要，我看动画片。可是你的作业一点还没写，马上就开学了。妈妈，你发不发？给我走开！大宝，你太过分了，快把电视打开。不行，先把作业写完再看。妈妈最讨厌了，我要给你发黄牌。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。妈妈，我要这个洋娃娃，快给我买。小贝，这个娃娃太贵了，妈妈没带那么多钱。嗯，不买不买，我就要这个娃娃。小贝听话，下次再买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。小贝，不许任性，快跟我回家。哼，妈妈真小气，我要给你发黄牌。小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？我妈妈太讨厌了，我给我妈妈发了黄牌。就是，我也给妈妈发了黄牌。同学们，大家的作业都写完了吗？整天作业作业，烦死了。我一点也不喜欢老师。那我们给眼镜老师发黄牌吧。我们给眼镜老师发黄牌。你们太过分了，走喽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家真的太过分了。所以妈妈和老师才会给他们发魔法黄牌。可是这样大家都会消失的。你放心吧，黄牌孩子会被送进好孩子训练营，改掉坏习惯就会回来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他们能改掉坏习惯，摆脱红牌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不好了，快点，小雪。什么？天上怎么下的是小雪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大家快接呀。我接，我接，我接，我怎么没接到？熊妹没有接到小雪，消除熊妹。啊！是什么在吸我？小雪，你怎么站在熊妹的位置上了？小雪，加入游戏。啊，什么游戏啊？游戏继续。又开始抢东西了，大家快接呀！怎么是熊妹和切尔西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接熊妹，我接。还是小贝姐姐，我也接。我才不要接熊妹呢，我喜欢切尔西，我要接切尔西。大宝，你不能接切尔西，你应该听小贝姐姐的。切，我才不要，我接。大宝接到的和大家不同，消除大宝。凭什么？啊！小贝姐姐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宝被大嘴吞掉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只有你们正确的接到所有的东西，童话王国才不会被消失，不然，哼哼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小雪、小贝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黑暗魔王，你还是快离开吧，不然你肯定也要加入游戏的。检测到陌生人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机器人是干嘛的？黑暗魔王，加入游戏。啊！什么游戏呀？我怎么移动了？游戏继续。不好了，黑暗魔王也强制加入了。什么游戏呀？黑暗魔王，一会儿你要和我们一块接东西，你必须要和我们接一样的东西，不然你就会被消除掉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又开始下东西了，大家快接大宝。我接，我也接。哇塞，竟然有起源之力，我早就想要了。黑暗魔王，快接大宝呀。可是我不想接大宝，我想要起源之力。不行，那样子你会被消除掉的。我才不管呢，我接。检测到黑暗魔王会接大宝，消除黑暗魔王。什么？不要啊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那好吧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真是太危险了，差一点就被消除掉了。糟糕，这次下的是黑暗可可和辛娜。哥哥，快救救我。怎么是可可？可可，可可这就救你，我接。我也讨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一边是可可，一边是希娜，我们怎么选啊？不管了，我接。时间马上到了，小雪你快选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。哈哈，我才不会告诉你们，其实黑暗可可和希娜都是假的，都是我用魔法变出来的。你们千万不许发送依依告诉小雪，我要看看小雪会怎么选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哈哈。小朋友们，我应该怎么选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吧，拜托你们了。小雪早上好。小雪早上好。小雪早上好。大家怎么都背对着我呢？真奇怪。今天不用上课了，大家都回家吧。耶，大哥了。老师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去找小精灵吧。小精灵，你在家吗？小雪，你找我。小精灵，你怎么变成黑色的影子了？太好了，连你也看不出来。我是在练习影子魔法呢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快帮帮我吧。既然有这样的事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真奇怪，大家怎么不见了？别着急，我们继续找吧。大家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快跟上。啊，大家怎么在这里睡觉呀？快醒醒。谁在叫我？小贝，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着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我记得自己明明是在家呀。不会是梦游吧？我之前也梦游过。肯定是这样，没想到大家竟然一起梦游了，好神奇呀。既然没事了，那就快回家吧。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黑魔仙，原来是你在捣鬼。没错，终于把你们引过来了，快跟我回黑暗王国吧。你休想，我们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精灵之力，怎么没用？这里有我设置的结界，你的魔法当然没用了。什么？这个怎么办啊？黑暗之力。黑暗魔王，你快把我放开！你忘了吗？我们都是黑暗王国的人。可小雪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。你们快走，我来对付他。黑暗魔王，你要小心呀！黑魔仙，快出招吧！我踢！啊！终于安全了，小雪、小贝、大宝，我先回家了。哼，小雪，跟我们走吧。主人，小雪带来了。黑魔仙，小贝和大宝去哪儿了？当然是被我抓起来了。现在我的背影军团还在抓其他人，过不了多久，童话王国就要变成黑暗王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黑魔仙，你太过分了。小精灵，你不是离开了吗？那是演给你看的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和我们离开的不是真的小贝和大宝。没想到你们还挺聪明的，但是只要有背影军团在，你们是打不过我的，是吗？精灵之力、啊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打败我？因为小精灵的影子魔法已经把背影军团打败了。没错，黑魔仙，快把小贝和大宝放了。他们就在森林里，你们跟我来。只要你们敢进来，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。森林里有结界，小精灵不能进去。你们不用担心，结界已经被我收起来了，现在很安全。这到底要不要进去呢？小朋友们快告诉我吧，我听你们的。锄禾日当午，哈！汗滴禾下土，哈！谁知盘中餐，哈！粒粒皆辛苦，哈！小雪，你在做什么？哈！小雪，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？今天的课不上了。哈！闺女，哈！小雪大宝，你们玩什么呢？哈！小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雪姐姐，哈！小雪，你干什么？动不动就要晕倒。哈！小雪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们就那么好骗吗？哼，我不要跟你玩了。小贝姐姐，等等我。不是这样的。没想到小雪为了让我们注意到她，居然用这样的方法，真是太讨厌了。我觉得小雪姐姐做的不对，动不动就吓我们。小贝大宝，小雪不是故意的，她
中了艾莎的小声魔法，只能听很小的声音，如果声音太大让她头顶的灯亮了，她就会被吓晕。什么？小雪好可怜啊。小雪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你中了魔法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让大家因为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。大家快看，我找到了会狗叫的鸡。恶魔小女生，你们都怎么一直叫？小雪也没有醒过来。都怪你黑魔王，你喊那么大声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行，我们快去找小精灵。我也没有办法，艾莎也解除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试试看吧。小雪一直晕，所以我就想用特别大的声音把它震碎，果然那个灯消失了。希娜，你好聪明。谢谢大家帮助我，我还以为大家不喜欢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更何况是我们误会了你。对不起小雪。对不起小雪姐姐，我们以后一定先问清楚，不会误会你了。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不要变成黑暗魔王。小雪，你给我进去。不要，由不得你，进去吧。哈哈，我拥有一个人物了。黑暗魔王，快给我交作业。走了，是老师，看我唤醒第一个人物。变。小雪，你有没有看到黑暗魔王？这家伙已经10天没交作业了。没有老师，我没见过黑暗魔王。这个黑暗魔王，气死我了。哈哈哈，小雪这个人物还是很有用的。黑暗魔王，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快放我出来。还要帮我的忙呢，我才不会放你出来，谢了。黑暗魔王，五加二等于几？9。那3+5呢？6。你是木头吗？这么简单的算式都不会，真是太丢人。要说我是你爸爸了。看来我还需要一个聪明的人物，就选熊妹了。啊，我的气球！我可以帮你拿下来。那谢谢你了，黑暗魔王。先别急着谢我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那就是你要成为我的第二个人物。什么？你做梦！我才不会成为你的人物呢。看来现在我要用小雪人物了。别，小妹，你快过来吧。小雪姐姐。哈哈，这么容易就拥有了第二个人物了，小雪多亏有了你。黑暗魔王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快放熊妹出来。黑暗魔王，你这个坏蛋，竟然拿小雪姐姐骗我，快放了我们。可以，等我办完我的事儿就放你们出来。老师，我来上课了。好啊，你黑暗魔王，你竟然还敢来上课，你这些天去哪里了？作业也不写，把这些作业都做完。没问题，老师，我现在就做。黑暗魔王怎么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他可是一直不做作业的。嘿嘿，我可是有小雪熊妹两个人物，还怕写不完你这些作业？不过老师，你要先出去一下。没问题。小雪熊妹，你们快出来帮我写作业吧。熊妹，我们快逃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们逃不出去的，除非你们帮我把这些作业写完。可恶。好，我们答应你。作业写完了，黑暗魔王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不过你们可不能从这里出去，魔法转移。老师，我写完作业了。这么快就做完了？黑暗魔王，你不是乱写的吧？还没有，你看吧。对的，也是对的。奇怪，你是怎么写完的？哈利阿姨，你快惩罚黑暗魔王吧，他把我们逼成了他的人物。这个黑暗魔王真不老实，我这就去收拾他。坏蛋黑暗魔王，这下有你好受的了。